爸爸即係我公公喺度嗰時候，屋企環境唔錯嘅，但係走咗失去個支柱之後，屋企環境一落千丈。咁所以佢要經過呢個唔要面嘅過程咧，叫做問人哋去借錢。咁我覺得呢啲細細個到大個幾種經歷，我覺得影響咗佢。其實佢係想人哋聽佢講多啲啊，因為我覺得佢變成即係從呢個大家姐變成一個一家之主嘅時候，其實我覺得中間應該都發生咗好多事，點樣令佢成為嗰個支柱？咁所以去到大個嘅時候，我媽咪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啊，佢好想人哋聽佢講啊。其實佢個心係好好噶，好錫我哋啊，但係佢會有一啲佢自己嘅堅持，有時係好難去溝通得到。咁細個會唔知咯，細個會覺得佢好老土啊。但係大大個嘅時候，就會自己做咗媽咪之後，就睇翻其實佢都有小朋友嘅時候，咁就會開始心痛佢啦。我記得嗰把尺係好重要嘅，係啦，嗰把尺係由細到大都係度緊嘅。即係咩係靚啊，咩係唔靚啊，幾長噶、啊，跟住只腳要幾高啊？咁我覺得我哋啲老師係有好清楚嘅一個目標性啦。咁嗰個目標性係我哋一定要去跟隨啦。咁如果達唔到嘅時候，就叫做唔合格啊，或者唔好啦。咁但係而家翻翻轉頭諗，我又不一定是太批判地去看的，因為我覺得有時有些框框在這裡的時候呢， 是你學了個框框先，如果你好彩，當然好彩了，之後有這樣的眼界或者能力，可以跳出個框框看看框框是什麼，跟住如果你用回個框框的時候呢，就不會被它限制了咯。我覺得我剛剛是中間那個嗰、那個扣啊，咁我都見到個女係變咗嘅。我覺得唔好講時代咧，因為我睇緊人啦、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覺得嗰個人有一樣嘢係變緊嘅，就係、是、不斷喺度，而家會不斷好多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琴日都聽到之前有一個分享就話，當煙觸食咗之後啦，你好明顯見到啲小朋友係多咗好多需求嘅，咁嗰啲需求咧係你係。我是不會那麼快用啱和錯去跟他說這件事，但是我媽媽就會很容易分清啱和錯的。我媽媽基本上是沒什麼灰色地帶的人來的，她是很清楚的，這樣是啱，這樣一定不啱，就是好像小朋友吃飯那樣，她一定要吃洗碗飯了才叫做啱。那我就說不如她們自己選擇自己肚餓還是不肚餓，她自己負責啊，那就不一定是啱和不啱，她自己負責就可以了。但是對於家長，即對於我媽媽來說呢，就沒可能的，這個這個空間是她自己選擇，她當然不吃的啦。那我會跟她說，她就餓兩餐咯，沒事的。她說那怎麼行，餓兩餐就不高咯，就不大咯，這樣。即我就，即去到我這一代就會這樣咯。媽媽那代就很清楚，因為她們那時都是自己要生存的嘛，那就盡快說清楚一些東西，那我去執行，那她就可以有時間很清楚地搞定她自己，那又搞定我啦。咁但系我哋去到我呢一代嘅时候，我咁样俾空间小朋友啦，咁你会见到嗰个有趣嘅地方，咁我就会即系我系中间嗰个人啦，我要安抚我妈咪，咩叫唔好一定分啱同唔啱啦，跟住又要同小朋友讲啦，其实婆婆讲都冇错噶，你唔食嘅时候可能真系影响你健康咁样咯。咁但系我自己，我去到呢个阶段，我最有趣嘅，因为我女女都13岁啦，佢都进入一个青春期。我很有興趣的感覺是那個女性，看到一個同我比我更高的一個女性了，現在當然她叫做是我的女兒，記住那種關係是很 我自己是很喜歡去思考、啊、或者是去，當然都是很痛苦的時候，那就看回我青春期的時候，我穿露臍裝的時候跟我媽媽的關係，即係呢種嘅女性，三代女性之間嘅嗰種。